欢迎来到外立方，我是乐人老人。今天要介绍的潮牌是 RPB Brands， RPB 简称为 Responsible， 它是中国小众的潮牌。曾穿过他们家的衣服的明星有，最近刚被爆出和王大陆有恋情的蔡卓宜，近年内进军于中国市场的新加坡双胞胎 BYPUS。他们家的设计偏简单，以单色 T 恤和简单的字为主。他们家的定价算是中等的，大约100人民币起。如果你也喜欢他们家的设计，欢迎来到 IG、Facebook 联系我们，我们有做代购服务哦。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